送给莫大同学们的校园周边到了，今天给大家拍一个开箱视频。这上面是很大只的毕业小熊，它的标签和脚上都有莫大的 logo， 戴着个眼镜看起来就很学术。毕业小熊一共有三只，一等奖和二等奖同学都会收到。下一个是莫大蓝配色的 Keep Cup 的咖啡杯，上面有莫大的校名和 logo。一等奖的同学还会收到一份笔本套装，这个笔上的 logo 看起来很精致，本子里面是横线格的，应该挺实用的。二等奖的本子是蓝色的，上面同样有按压式的校徽。三等奖是只小号的白瑞熊，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，但是穿了莫大的校服就是不一样。最后每位获奖同学都会收到这个很具有代表性的莫大布袋，祝所有参与的同学好运吧。